国是知名制作人王伟忠所制作的节目，当时节目的固定班底包括台哥、郭哥、阿 Ken、纳豆、九孔等。当时凭借大家生动有趣的表演，受到大票粉丝喜爱。后来此时节目结束后，大家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。没想到七日，为了庆祝九孔的女儿周岁，所有人再度团聚，同框的画面曝光后，让网友纷纷直呼掀起好多回忆，也在底下敲碗，希望原班的人马再合体开节目。王伟忠也在贴文中开心写下：“庆祝九孔女儿周岁，太好了，这就是几十年的感情。”也首度曝光九孔的太太，同时让网友惊呼：“没想到今年56岁九孔女儿今年才周岁啊！”you